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子君说游戏。这期视频呢，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，那就是不关闭敌人的情况下拿走黑帮组织的衣服，不是武器。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好的，通过发动神奇的魔法，我们来到了山口组。第一步，我们要去开这个车。好的，点击动作驾驶。为什么要用车呢？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咱们先把车开过去，然后左拐，这个时候要左拐，要小心一点，不太好拐。好的，拐进来了，再把车倒回去，停到里面，看到他们走的时候就可以下车。这个时候呢，要走快一点，不要被他看到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楼梯里面，我们往后看看，不要被他追上。然后这个时候往里面走，就能拿到我们心爱的火箭筒了。注意拿完之后不要进里面这个门，因为里面有很多敌人扛着咱们的火箭筒，然后再去开车。这个时候你知道要做什么吗？一个字，溜。哎呀，不小心撞到他们了，不过没事，赶快溜就行了，不要管他们，不要回头，千万不要回头看。这波你们学废了吗？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